係喎，你係澳門人，你有冇興趣喺澳門面前，喺你嘅同胞面前，即係自己國家鄉度表演啊？今日我特別請咗佢。佢係同陳奕迅合唱嘅，我都唔相信，以為佢呢度係邊個㗎？冇理由以我中環呢、這個中環中環呢、這個歌唱界咁耐冇見過呢個人㗎。評判你哋好，我係41號嘅施樂明。